我怎么吃鸡？哎，跳档，跳档，跳档，跳，跳跳。哇！哎哎哎，挡住了，挡住了！哎，我跳，跳，我跳。啊！繁星！有人站很高哦，有人站很高。啊！站超高！繁星，繁星，你不要，他都没有站住祭坛，你要掉下去。下来了哈。就掉下去了。有捡到东西耶！捡到东西。巨臂辅导。应该他们看到。那什么东西？巨臂辅导。省一点见识好了，有射到了。哎、欸，我吸吸见识。哎、欸，我在吸。哎呀，完蛋！哎呀，痛！你在吸见识？嗯，小雨，我们后面没人了，没人出现了。他们要走了，要走了。他们好像想冲过来了。他们在看着他们那个岩浆。我先制他们，射到了。好，我来了。耶、yeah. 欸、欢迎回来，我还去我们家小秘书了啊、欸、他们在自己家里弄那个旗子对他们自己有点不利，他们不能冲过来打我们。可是我们冲不过去。欸，那什么雪球扔完了，我也会爆炸咧。说好的爆炸咧。奈博还算是立即伤害、啊、要扔到是不是？好，你等我，我再去买。好好好，你再去买一下。嗯，好，冲啊冲啊！哦，前面有夹用夹用，哎、欸，还有一分，还有一分钟哦。就下面是岩浆，下面走过去还会消失哦。是不会消失，可是它是玻璃片，所以容易掉下去。哦，团战玩太多啦。哎，你在我旁边点啊？他们要盖新的了。哇！哒哒哒哒哒！嗯，来人！哎，城主我来了。好吗？好，你小心。战士啊！你！QQ！ 哎，那这超不明显呢。那个我在躲了哎。那感觉超难跳的，我看不清楚。我不拿了。太难了。阿基，阿基，阿基。啊，射死了！他其实是想干嘛？哎、欸，走最中间是没事、啊，可是他旁边有一个。没事没事，他是玻璃片。被打到还是会有。那个是玻璃片。就是会歪一下，会掉下去。对。哎、欸，中间中间退喽！好，我走。哎、欸，还没，我看错，我看到蓝队分数了。我要回家喽。看到蓝队分，哎、欸，可是我们分数怎么在加？加很慢，一走这是本来就走一座吗？有 bug 吧？他应该他写两座啊，问一下、哦、应该是还有一座。你们几个加分祭坛？可能是刚刚死掉喷掉吧。有可能。阿基冲过来喽！怎么又过来了？那小明洗啊，没差、啊，东西都喷光了。他身上没东西。他是不是间谍？间谍。间谍啊！抓到了。豆腐子。战神剑。战神繁星冲入战场，刚刚下去了，啊，掉下去，有射到弓，那也就越来越低，哎、欸，巧克力，可恶，我发现那个东西下面有红石机关。有啊，有个紫金方块，哈基冲过来喽！啊，我没有见识了，我去买。喂、欸，嗯，我送肉回来了，哦、知道？嗯，谢谢。所以照理来说，如果我帮他换个名字，他应该是可以出现的，对吧？嗯。铁针。他进来了，我没见识了，加油！耶、yeah, ，可以了，是啊是啊。我买个见识。我要捡，
我已经打了两组的剑，付不起啊，太贵了太贵了，抱歉抱歉，等级付不起。我回血回血，嗯。哎呦，那你一次全拿走了，有点多。留我留我留，我只是要先拿个分个几组。好，我们要不要前面也放那个啊？岩浆的岩浆吗？对啊，这有一个箱子里面有一个焚烧瓶章。三十秒后中央桥崩落，那你们自己不要踩到。嗯，装备就没了。会哭哦。哦。嗯。啊，那个问一下，菌丝土中间踩下去是会怎样吗？中毒吗？他们踩的会中毒，那、啊、我们踩嘞，失明，好像不会怎样。我们踩没有怎样，哦、我们下不去、欸。对呀、啊，那、啊、我刚开始绕路，你说一直很怕弄到是不是，对啊，嗯，最多两个，没数。可是我们那这场不用完了耶，我们只能放一个，我们只有一个。另外一个分数是多少才会胜利啊？三千。那粉丝怎么了？那我们就追不上了。好像有人买了死掉到虚空，然后就哭了，就没有了。啾咪，啾咪。嗯，那我们要有投降键之类的什么东西吗？还有什么分数获得方式啊？还有什么分数获得？我也不知道哎、欸。而且它那个大小核心是差在哪里啊？挖核心好像有500分，但是我们现在挖掉核心挖不过去啊。因为它那个是挖青金石吧？青石不是在哪里啊？青金石。它那稿子上面不是写挖青金石？哪里有青金石？你在挖红，不知道，红石砖啊，挖红石砖，哦，红石砖吧，正岛的正中心跟，我靠，那个小的，怎么是这样子？不是岩浆吗？难了，哎呀，好烧好烧，不是应该是岩浆吗？怎么会是这样子？哎、欸，我怎么打到那么远的地方去了？哦，怎么是这样子？太烧了吧？果然不行。嗯，还能做到。你来护魔。不哭喽。呀，可以命名。哇，他们现在竹墙要把我们挡死哎、欸。美竹墙啊。哇，很挡哎、欸，这个超挡啊！射一下就好了，有射到就行了。嗯，我记得好像有一个叫高跳台的。哦，白痴哦、啊，那个在那个10块钱而已，就是刚刚那么岩浆的那个啊。哦，这么便宜哦。嗯，岩浆。必定之地。来来来，川普。为什么川普？没有啊，我也要盖墙啊。哦。因为站在这边喷我，超好笑。再一次，再掉一次就好，再掉一次就好。好。还不够，再一次，再一次。八七要先盖那个啦。那个很像箭台的东西，箭塔的东西，不然爬不上去。哦，这个吗？不是，辅导商人。然后脚麻了。嗯，你说高月跳台吗？对对对对对。哦，那么这里啊，这里这两边都可以啊。一个高，是个铁换的。
那我把铁放在箱子里面给你们弄。啊，我现在脚好吗？我现在脚好吗？嗯，还是很在意那个仓库到底在哪里。绿宝石仓库。戒壁辅导。到底在哪里？他们 GB 哦，是我们这边的，吓我一跳。我需要拿压力板，我已经拿。啊，好难啊！我操，哈基掉出去了。是啊。喂。啊，这个跳台要放走，要放哪？哦，这个。感觉不是很好用，刚刚下去了，感觉不是很好用。哦，这个，哎，桥已经又回来了吗？还没。要怎么踩呀、啊？我跟你讲，他们自己也过不，他们自己过不来了，他们只踩在上面。他们自己过。对，你们拿剑，你们拿剑子这样射就好了，他们这样应该很难过来。都盖了一些奇奇怪怪的东西，盖了一些神秘的东西。想偷袭？这要怎么出去啊？我们家？哦，这里这里。刚刚他跳过，哇！哎呦！太盖这个，哇！盖起来、欸！哇塞，他们都聚避不到。拿来，隔壁也有，隔壁也有，隔壁也有了。隔壁有了。欸、我没有聚。哇，可以直接冲来我们家了。聚避不到，对啊。这样等于也是在帮我们啊。啊，欸、绿宝石这是戒符盒，可以放东西在戒符盒里面。啊？是绿宝石啊，这个祭坛啊，它的四周是戒符盒、嗯，可以开。哦，它就是存放，它就说这里是让你存放的。哦，那是一个中继站。好像越来越累格了。在哪里？我也要放一下东西。可是能放的已经。都是很强跟这种跳台，他在上面跳来跳去，心好痒，好像把他射下来。嘿，危险！他是下去上不来吗？嗯，上得来啦，有梯子，可以可以可以。这感觉好酷哦！嗯，帅气。嗯，你们是都在前线吗？还是怎样？没有。哦，算是。晶晶时装见面者啊，那个嘞稿子去哪换了、啊？稿子可以买。跟谁买啊？在第后面的吧，跟那个武器吗？后面只有站两个、哦、武器还是什么？忘记了，我看。嘿，二零。二零去捡他自己的尸体，捡尸捡尸，没有哎、欸，哇，他们家没有人哎、欸，哇，稿子我记得箱子里面，哎有稿子啊，趁机在挖，可是很远吧？他们那个我有啊，可是 是要挖什么、啊？挖他们的核心那个红石的、哦、红石砖，只要看到红石砖就可以挖，是不是？对对对，他们人都在家里面看那个要买什么岛屿，他们都出来，他们都出来了。你可以从这边看到他们在买东西。哎、欸，是不是我们这是红石砖，他们就是青金石砖？哎、欸，对呢，青金石砖。哦、啊，他们是蓝队啊。OK， 懂了。Yep。所以我们自己也要买，不能用他们的稿子来挖、欸。哎，真的吗？不行哦。不行不行。我觉得可以、欸。哎、欸，这。刚刚偷偷走过去。后中介岛石英河，哎、欸，好像不行、欸，他上面是捡红石砖、欸，下面有他的装备，你看要不要去捡一下？